什么？狐狸精舍得放你回来了？不可理喻！南一博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现在一穷二白，我让你干什么，你就得干什么。你想干什么？哎，那电脑里是什么？多亏了你呀，南一博。 我才能带人啊藏进南家老宅。南明今天晚上喝醉了，老太太房里藏着的是我的人。你如果不听我的话，南家老宅有可能起火什么的。秦丽丽，你现在道歉，我可以不追究你刚才说的疯话。南一博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蠢啊！要不是南明看不上我。 会找个你这样的蠢货！小师叔才不可能看上你这种女人。秦可说的没错，真是蠢，蠢到被你蒙蔽这么久。你这个疯子，你这个毒蛇！好啊，如果你想让你奶奶死的话，我现在可以立马让手下动手。你想让我干什么？去拔了秦江河的氧气管。你让我杀了你爸？他是个狗屁的爸爸。 他会让我去陪男人睡呀、啊！他会出卖我，去换取他的利益。我跟我妈已经给他买了巨额保险，不用白不用。去杀了他！如果你不想让你奶奶死的话，哎呀，不好了！你的白天到期。 作死了！现在广场已经都炸了，说你亲手杀死您亲爹。啊，不可能！花瓶只是造成他皮外伤，送去医院抢救，也稳了定了。怎么不可能？大小姐，拜托你做事长点心吧！你拿那么大的花瓶砸下去，现在是黄泥巴掉裤裆里，不是屎也是屎啊！死的挺好的。要不趁着狗仔队没发现你，赶紧出国吧，不然我真担心你的那群黑粉会撕了你的。